来吃午餐，我点的面是反重力虾面，它这个里面其实是放了一根吸管，看到吗？吸管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叫什么？忘记，你查的。我们查一个王美金。让我呼口一下，你忘了？那个哦 ，Nakuchi Garden。哦，对，这个花园它就是有很多园艺的布景，对，然后有点沙漠风，拍起来蛮好看。叫做 Civic Center， Civic Center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兔子的雕像。加州十一月哦，都快到十一月底了，然后太阳还这么大，真的是天气很好哎。赞赞，大爱加州，看到小兔子了，好可爱哦，长得好像那个 Phantom。我怎么看到一只粉的？原来不是这只。修丁说还有很多。我觉得这里怎么有种很像台中的？他也在讲。你有在讲吗？我也在想。啊，在想。我想说，我怎么没听到你？终于想到了，原来是秋后拍。接下来要到兔兔景点。应该要带粉粉。对，应该要带粉粉啊。我要坐站在中间。哎呦，好好好，你在兔子中间学他什么？这样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那个什么 Mary Jane 啊 ？Mary Jane 魔幻舞台，噔噔。蛮漂亮的，对啊，我想看到海。海哦，前面都是海，这好高、哦。哎，你赶快下去，我帮你拍。看到这个画面，真的让我觉得很，这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，因为你要如何让你的小狗狗乖乖的坐在中间呢？来，啊，你这个小混蛋！我叫做洛里街 ，Avocado 路。小的高架桥的地方真的是很难到达，这如果没看网路还真不知道怎么去。耶、yeah, 我们终于到了，这是什么 beach？ Arch beach。 现在刚好发生了一些，有警察，还有救护，还有消防车，超级美丽。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呢？耶、yeah, 我们现在要下去沙滩，等下过去就已经下山了，好美哦！这边好棒哦！我也觉得这边好棒哦！希望我变有钱的时候，可以在这里买一栋 beach house， 来这边度假。这一段路是脚底按摩，真的超痛的，它走得很慢。哇，好美啊！这里好漂亮，哇，超美！好亮！哇，哎，这边真的好冰哦！刚刚拍照的时候，然后裙子都被那个海浪打上来，都湿了。这边还有护城河，哎，好酷哦！哦，我们看到海豚了，看到海豚了。不，这里竟然有海豚。嘿嘿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海
海豚，海豚。Oh my god， 海豚。耶、yeah, ，这个是 Pirate Tower 海盗塔，超级漂亮。现在刚好就是太阳下山了，不过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小，我以为它会再大一点。修丁要爬上去，这里还有王美在拍照，帮你拍一张。草怎么样？我觉得它是块状的，其实烧仙草应该是那种汤的，对，勾勾的，但是它感觉是仙草，就只是就感觉跟你点的一样，对，太奇怪了，等一下来看看。嘿，黑丸，终于吃到了。看起来不错，然后晚餐是海鲜粥，还有现在在、偷工减料的修丁。什么偷工减料？我在工作。OK。偷工减料。哎、欸，那要说什么？